想请问一下哈，我们现在那个有很多的汽机车有那个吉祥牌照吗？什么666啦，什么8啦，9啦，对不对？都有这种吉祥牌照。那这些牌照呢，因为很稀罕，那我们也讲究好吉兆，所以呢都拿出来拍卖，对不对？那请问为什么要拿出来拍卖啊？就轮到的人他就拿666啊，拿999啊，或者拿888，为什么要拿出来拍卖？为什么？我想他就是因为大家都想要嘛，所以他有比较高的市场价值，所以用拍卖的方式，就是就我想就是很单纯，因为大家都想要那种号码。其实我不反对，我也很赞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这个号码是机会可居，大家都很希望，那让这个更有能力的人，那他付更多的钱得到这个好号码，因为究竟这是公共财嘛，那我觉得这是好的，而且增加政府收入，我觉得是好的。不过倒过来，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？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个例子啊，有一个民众他去申请牌照，就给他444，结果呢他就说我不要这个44的号码，太不吉利了。结果呢我们的监理单位说不行，因为就轮到你，你非得要用444。他说我可不可以跳过去445？监理单位就跟他讲说，那怎么可以用44？你不可以跳号，不可以有特权，你不可以跳号，你不可以用445，哈，你一定要用444，哈，那所以不行，要不然就拉倒，那非得要让他用444。我提出个一个另外一个小确幸，我觉得像这种号码，政府要把它挑出来，这种所谓民间不吉利的号码给他挑出来。第一个，民众如果排到，他有权跳过去；第二个呢，要不然他可以减价。既然你吉利号码可以加码购得，那为什么我要强迫用444呢？为什么你们不用，别人不用444呢？那所以我的意思说，这是一个相对性的东西嘛。所以我觉得政府不能冒烟啊。所以相对的，如果他自愿委屈用444的人，他可不可以要求减价？那我们 后面最后一码是4的部分，我们已经取消很久了。那现在连续444的号码，这那那个新闻为什么会发生呢？你们没有出这个号牌了。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？这个我把那个例子给你看，我们汽车机车的部分已经不花这个444的这种号码，那还是说有其他的不可能是民间比较不喜欢的号码？就是委员是不是把那个资料给我们，我们来研究一下？好，去了解一下是不是他有这种情况。那所以我就说，如果还是电话号码类似这种东西，可能是电话号码，电话号码，那电话号码像这种东西呢？